来下一位。哇，下一个真美耶，而且是应聘广告部门的嘞，拍出去一定很有面子的哈。Hello， 你们好。sorry， 哪位啊？还没有到你吧？刚刚他们叫文丽索，然后我就是文丽莎。你骗人的吧？这个是你？对呀、啊，你看姿势都一模一样。我操，你也把自己包装得太好了吧？那当然，如果连我自己都没有包装好，要怎样把公司产品广告包装好卖出去呢？